今天兄弟节目嘛，在我手中这个虾子叫做灰头弹跳虾啊，别看它个头不小啊，它弹得高，哎，游得快啊，哎，影身术还好，你说气人不气人啊？一个小虾子也不大啊，哎，不好意思跟你们要双击了，加个关注吧，一会看我赶紧直播了。